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周班长，我们跟他鼓掌一下。啊，咱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辛苦哈、哦。第一个来这一定困无好，因为我嘛困无好，虽然我来百几摆啊，同款也困未好。我都怪奇怪，那过坡了，拢困袂好势，所以真了个爱困眠，爱困眠哈、啊。那么大家知影讲，咱这几年啊，哈，有从2008年过来，我马英九这两公的总统吼，管家安尼吼，大家拢作物质的哈。啊，所以再去我那来讲一个故事哈，这个。有一次马英九带迄个白副总统，哦，啊加这个江院长，坐直升机要出来视察。啊，那么伫直升机顶管，这个江院长就讲：，我身躯有10万块呢，我想吼，我来甲包做一包，为直升机甲捡落。啊，若捡到这10万块的人，迄个人一定足欢喜。啊！咱这白副总统就讲：“啊，你太无爱甲拆做两包，包5000、5000安尼弹落吼，两个人捡到两个人欢喜啊！”啊，马英九就讲：“那我吼，我甲分做10包，弹落一定就加10个人来捡来欢喜嘛。”啊，迄个驶直升机的阵，我头过来讲：“你哪会无爱家己包做一包准弹落吼？”安尼全台湾2300万人拢欢喜，哦安尼，所以就讲，你看，即马煞拢咧讲马英九的笑话，吼，拢咧甲讽刺，啊，表示即5、6年吼，伊真正做够好人安尼，会使讲天怒人怨安尼，吼，啊，即689万票即个人吼，因的心情毋知哪咱毋知吼，咱无选伊，咱较袂感觉艰苦啦吼。啊，选到这个选伊来做中华民国伫台湾这个总统吼、哦，来管咱，予咱台湾人大家生活愈来愈歹，品质愈来愈歹，愈郁卒。其实马英九伊个想法就是讲，伊要压低咱台湾人个生活水平、甲收入吼、哦。啊，迄边和中国迄边个生活水准，予伊一直弱起来，弱甲两边差不多，安尼要统一就较方便啊。啊，反正。那啥物人管拢共款啦，哦，因为台湾人真侪人讲，啊，我无爱去选啦，啊，选啥物人拢共款，啥物人来管拢共款，哎、欸，差足多呢。你看咱台湾人，陈水扁去咧做流亡总统的时，起码陈水扁较清廉。你甲看，伊个高速公路第二条吼，即卖所谓国道3号，省2000几亿，好、哦，照因中华民国较早。交通部编的预算去省2000几亿，啊！你甲想，这若好国民党继续执政，哦，若讲迄个连战迄阵好选到，这毋是无法度省2000几亿，一定阁追加预算，吼、哦，一定甲你停工，甲你罢工，讲啊做袂落来，你无阁追加预算，啊变更设计，我做袂落来，偏偏一个工程，吼、哦，单准备去哩做拢省钱，包括。汤的什么大潭发电厂，啊，变个甲发国际标标了到的1000几亿。哦，你讲看，那国民党因这，唔呐，这千几亿啊，伊也贪了，要阁追加预算。大部分那中国人执政所做的工程，拢爱阁差不多乘以1.6倍，差不多爱阁增加60%的预算，较做会好。啊，那咱台湾人去做总统欢。你甲乘以0.6，拢差不多60%就做起啊，60%就厂商就有钱赚啊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咱继续进入咱讲的吼、哦。那么，迄当时建楼，1945年的8月15号，日本天皇投降迄天，是叫做什么日？是干那停战了、哦。那么1945年10月25号，中国军成立的部队来台湾，吼、哦、来办一个
投降交接典礼啊，黑喜一刚好这军事占领日开始，好，还没有停，还没有中战，中战一直到1945年，嘛1952年，好，四月二八旧金山和平条约啊生效一刚，开始叫做正刚的中战，就是已经有一个正式的文件生效啊，和平条约生效。所以1952年4月28号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，迄天开始正刚的终战日，哈。好，对这和平条约来签这旧金山合约，是美国哈，参五美国拟定哈，佮参51个同盟国来协商。啊，这是迄当时杜勒斯的主导，杜勒斯的尾啊，做个美国国务卿哈，啊伊。是美国总统聘任的，或者协商特使，啊，伊跟其他的50个国家来协商起草旧金山和平条约那下，各个国家的利益要怎么分配维持，哈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主导拢是美国，美国总统聘任杜勒斯特使来协商，啊，我只看了就讲，真正是美国。唯一打败日本，所以依靠主格来找这些同盟国来作为协商啊。好，过来的台湾关系法，伊是1979年4月7日订立，先来订立这里、個，就是因为1979年的1月1号，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，那么这个断交定义的较早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1号。等于失效的，所以美国爱赶紧参众议院订立美国台湾关系法，来取代迄当时的这个一号命令哈。啊，这个是美国的国内法，美国的参众议院，伫美国应该自己订立，拢无跟咱台湾人协商，无招咱台湾人去遐问伊的意见哈，拢无。另外，4月7日较定立，爱追溯到1月1号生效，就是爱连接当时的这个一号命令，卖有空窗期哈。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以及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利，好，甲义务来定立。咱拢毋捌听过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，还是美国台湾关系法。而且，因这个美国定这个台湾。关系法这个美国国内法，伊要在台湾实施，啥物时阵要实施，嘛拢无跟咱台湾人协商，进行发布的实施啊，哈，没问讲敢咱同意无同意，无免。好，过来，1982年，美国的雷根总统对台湾有一个6项保证，啊，这是要跟阿强啊签这个8·17公报。进前哈，迄阵风声鹤唳，就是讲拢风声讲，美国要甲咱台湾出卖。迄阵蒋经国咧做总统，那么最贵的台湾民心浮动，包括中国人，包括台湾人，真侪好家人拢赶紧咧卖厝、卖土地、换现金，准备要逃跑、要逃离台湾，因为惊讲美国若出卖台湾，哦啊。阿公来拍过来，解放军也过来，啊，所以蒋经国就透过伊个外交系统去甲美国要求，美国总统雷根要求，希望伊发布对台有利的保证啊，的宣言啊，来安大台湾人的民心，因为较早1949年国共内战，是安那国民党会败退遐紧。其中有一个原因嘛，是美国发布对华白皮书，这只是压垮国民党军最后的一根稻草。那么40几年后，伊阁要发生类似这个对华白皮书这个8·17公报，所以伫台湾的这中国人真紧张，要求美国总统爱发布一挂安达。伫台湾，住伫台湾，顶管即个岛民的民心，所以雷根总统
伫要跟阿强啊签白纸公报以前吼，赶紧来发布这个六项保证。啊，咱来看伊对六项保证吼。第一就是美国无意思要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。第二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。啊，你注意甲看，这个对台对台，这个台，你要注意。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，哈，唔是对咱台湾讲的，是咧讲，伫台湾咧管台湾这个政体，哈。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，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，哈，这样来台湾治理当局，哈。再来，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，哈，因为台湾关系法。伊所保护的，是保护只要你住伫这个岛屿顶管的人民，拢受到保护。所以，咱必须顶咧讲讲，台湾关系法对咱台湾人并无好，上无保障。咱爱阁回到历史的原点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五十一个国家有签署的这个合约，确实正讲咧保护咱本土台湾人。因为这法律的位置，台湾关系法是较低哈，这是国内法啊。旧金山合约是国际和平条约哈。过来，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，美国未施压迫，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。过来，第六，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，美国无承认啊。美国在美国。因若依照国际法、国际战争法来讲，中华民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抓头背拢无名，吼，因拢无权利、无权益，吼。啊，这就是美国对台湾这个、迄个雷根的六项保证。啊，咱来想，如果咱跟美国无相当的关系，像那美国爱甲你挂保证、保证。咱拢毋捌听过有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，还是承诺，对不？你若想，就对男女朋友论及婚嫁，是安怎会当论及婚嫁？就是因个关系拢已经足密切啊，吼！啊，查甫若想要娶这个女孩子，查甫一定爱甲保证，爱甲承诺。啊，你若嫁我吼，我一定互你幸福快乐。啊，每一个月三万块，给你买衫裤；五万块，给你买化妆品。一定安尼保证承诺，人唔卡要给你。吼、哦，啊，表示已经关系密切噶。吼、哦，真好，会当讲要嫁娶。如果咱跟美国若无关系，美国凭啥物爱给你承诺，爱给你保证？吼、哦，所以咱的关系就是讲。咱打败比占领，他是占领者哈。好，美国核电的艺术啊，这你会记？你若当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，拢爱接到美国的核电来给你承认。啊，咱来看2004年啊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核电跟较早一般命令第一号蒋介石一貌相承。授权确认讲，啊，你会当来台湾做领导者，哈。2004年，哈，三一九枪击案发生，阿边啊，打电话连送，讲啊发生这重大事件，干要阁算，要不要停止选举？连送想，啊，阮两个连送好夹落稳赢的，明仔票投落，阮就做总统啊，投无要紧。我唔知讲投落去说输两万几票尔，吼阿扁也赢两万几票，甲换算拄啊0.228，哦啊这跟228事件敢若228事件的英灵有出来咧运作为换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输迄一输啦，那也足有做的足受气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因咧霸占凯达格兰大道，吼、哦，啊迄阵咱绿营咧等。
美国白宫的贺电迄个心情，咱应该拢都会记的。迄阵贺电拖到要一礼拜拢无来，台湾民心浮动，吼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阿扁也看这个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夏新，哦，迄、那个是查某的，吼、哦，无算三战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看伊交情算袂歹，甲拜托讲，哎、欸，你嘛甲问看。白宫先啊，贺电拢无来。夏金真正甲问，伊甲讲，只要恁中华民国的中专会吼，那、哦、把这个当选公告打伫公告栏，半点钟来贺电就到啊。结果真正，这个迄、那个中选会主任委员黄思成就去打这个公告，结果那也嘛知影，那就出来动啊。所以那甲那个那个为要互伊打，那也不好打。所以底下客家连玻璃拢客家破，好无？啊，底下烧拍，吼、哦。但是打起迄个随后那样拆掉，但是迄个连拍的卡面啦，啪啪啪就翕开，把这个相片传到美国，半点钟来贺电就真正到。迄、那个贺电一个到，遐那样就知影讲，啊，头家已经承认即马这个陈水扁就是后一任的总统啊，佮乱来无效啊。啊，这个贺电，哦，咱来个分析就是讲，等于像较你讲个台湾，吼、哦，等于讲来讲美国总公司一个卖速食店的总公司，派一个总经理来台湾管台湾这间速食店的分公司，较早是用直接派任，派蒋介石来。啊！即嘛开放讲，互恁伫台湾遮个人，甲你选即个总经理。啊，过去捌选的，就是李登辉，过来陈水扁，即嘛号做马英九即个总经理。遮个拢拿人民选出来了，爱美国一个派任命，就是即个一号命令嘛，就即、是、个贺电来给你承认。哦，好，我承认你会当做台湾的总经理，讲即个意思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这个军事基地来做对比哈。伫、哦、菲律宾有克拉克美国的空军基地，佮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。哈、哦，但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是1990年迄阵，伊咧啥物，就一个火山，啥物万杜纳火山迄款哈，崩开，哦，哎，迄、那个灰尘真济哈。甲伊这个空军基地内底做者精密的雷达、电子什么设备，拢复派。啊，迄阵因为菲律宾咧反美，吼、哦，要甲住伫菲律宾驻军，即美军要赶离开菲律宾，所以美国原来准利用迄届的机会讲，啊，既然恁菲律宾无欢迎我美军，啊，我归去拄啊趁即个火山爆发产生的灾害，我归去撤离，所以迄阵开始撤离。啊，无想到讲啊，近两年啊，菲律宾会伫南海跟阿强啊，为了争取一下什么小岛屿吼、哦、黄岩岛来发生这个摩擦，啊，即马说要要求美军去回来甲保护，哦，啊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？过来琉球有加索纳美国空军基地，嘛普天间的美军基地，过来。古巴有一个关达纳摩湾基地，哦，即马拢关真侪，即个阿富汗啊，还是即个回教国家即个好战分子，即个激进派，哈，即个恐怖组织，哈，也是逃人。过来台湾有一个美国清泉岗空军基地，啊，你注意个看，哈，以上即个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。这些所在，菲律宾、琉球、古巴、台湾，拢较早因为战争，由美国军事占领。哈、哦，菲律宾、古巴，哈、哦，这是跟西班牙战争。那么台湾甲琉球，哈、哦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，美国跟日本交战，日本战输，哈、哦、啊，琉球甲台湾拢由美军占领。哈、哦、，OK， 所以你要看，都爱。被占领的地区，美军才有资格在里面设这些军事基地，啊，因为美国是
这么这样哈 ，OK。好，那么依照国际战争法的规定，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哦，这是一个即卖军事占领的一个铁则啊，哈，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哈。那来以伊拉克为例，因为这是较先进的国际战争法，你袂使用战争去敢侵吞领土，啊，你若用安尼。如果哪讲可以移转主权，哦，安尼美国土地就多啊，吼，差不多话全世界有一半的土地拢由美军占领，拢变成美国的领土。哦，因为比如欧洲战争，甲德国打败，安尼德国就拢归个由美军占的，吼。那么日本同款，你若由日本由美国打败，啊，规个日本拢整个大日本帝国拢变成美国的，哦，啊，这俩呢？所以，咱即马来以伊拉克为例，哦，英美联军伫2003年，哦，去攻击伊拉克，哦，差不多无到两个月，哦，就甲占领起来，哈。伫2003年5月7日，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，哈，而进入战役的占领区，哈。那么，跳得伤紧了，哈。好，那么5月2日。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的临时管理当局有权力在伊拉克，哦，去管伊拉克。OK， 但是来到2009年，就是6年后，这个英军将其撤军。啊，你要想，英美联军的英军先在2009年撤军，等于英国。那么美国。一直到2011年的12月15日，哇！美军将其撤军，干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。OK， 啊，你个想，当时发动战争，账面上是开差不多3000几个美金，但是实际上差不多加一倍，哈，开差不多6000亿的美金，和代表差不多一条。8000万，啊！你个想开价侪钱，佮袂当甲伊拉克变作美国的第51州，叫做伊拉克州，然后美军爱全部撤离，好、哦，这表示讲美国有咧军叫国际军事占领法，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好、哦，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迄个。美国麦克阿瑟委任来代替美军占领台湾，占较久，这块土地嘛袂变作中华民国的，哦，就是依照这个国际战争法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哦，美国只是等于当大人，美国委托蒋介石来做管理员，哦，做管理室，哦，楼下的管理室做管理员。你这栋大楼，和你蒋介石一直传来这人管69栋啊！你袂当讲，啊，阮管遮久啊，这栋大楼变作阮的啊，无可能。你做管理员，永远就是拢是管理员的身份，你袂当变作地主，袂当变作厝主啊、哦！所以，伊只是来台湾代管尔哈、哦。OK， 这个观念真重要。另外一个就是讲。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，吼、哦！你来遮学这两条，绝对要先记好。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吼、哦！伊所谓流亡，就是讲你离开你家己的国土，走去别个人的国家，叫做流亡政府。就当时法国去哦，德军甲规个占领，迄阵个戴高乐将军带一部分呢，因个军公教人员。流亡去到伦敦，成立啊、哦、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啊、哦，就是像即卖 Chinese Taipei 啊、哦、流亡啊、哦、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简称中华台北啊、哦。好，这两个你甲记好好、哦。那么美国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政府占领台湾已经。69年啊，吼，
那么咱秘书长林志坚2006年十月二抗美案的判决，那么来解读对台湾的军事占领的日期，应该无妨啊！吼，美国美军哦，真紧伫咱也训练好些，咱台湾民政府准备好美军入来，甲政权和平转移予咱，咱袂去跟中华民国直接对抗。美国美军入来，吼，啊，咱也准备好啊。和平转移这种，咱是向美国接政权，咱不是向中华民国接政权，所以美国礼拜会甲中华民国的一个部的一个部的接收起来，啊交予咱，哦，比如讲先为内政部接收，啊交予咱，哦，咱去进驻，好，啊财政部美国接收起来交予咱，所以足和平的转移，哦，头家亲身入来来分配。新的管理者，吼，咱家己台湾人主地，台湾人管家己，吼。好，那么美国军政府是安怎会叫咱发台湾的身份证，伊的法源吼？你注意看，咱这张身份证只有一个分类 class， 得爱本土台湾人，靠资格摕到 TW 身份证，吼。所以咱拢要求讲，你去申请户口成本。爱申请就日本时代用毛笔字写的遐个户口填本，哦，对我昨日讲为了做乌迄款日本时代，安尼包括伊个后代拢会当摕到 TW 身份。那么，听中国人民1949年来，因袂当摕到这个身份，因摕到这个身份伊会写 C1，C 就是 Chinese 中国人 ，E 就是 exile 就是流亡，就是难民。因为身份或者难民，那么将来摕到 TW 身份证的人，较有资格做台湾的公告人员，啊，嘛较有资格参选，包括做候选人啊，啊，就去投票。所以将来台湾的前途，拢是咱本土台湾人 TW 身份证的人来决定。以后要公投、要选举，拢是咱台湾人家己的。咧算咧决定，所以就无男女对抗啊，无像即马，啥物人哪去你做，你个咧揪后卡，你个去你做哪咧揪后卡，以后无，以后就是咱学美国，将来咱干了两个政党呢，就是像美国一个共和党，一个民主党，两党良性竞争，吼 ，OK， 变变目的拢要让台湾搁较好安尼，袂讲一个要统，一个要独。统独对抗，哈 ，OK， 好。那么这下卡头前哈，你最头前这个身份证号码，这跟中华民国即马所发给咱的身份证号码是同款的。但是啥物原因？这当初这个号码嘛是美军授权给中华民国用的，所以咱接政权，这个号码照常在用。但是咱的后壁，这嘛有一个美国军事政府、台湾民政府的一个特殊的编号。简单，家己本身嘛，搁一个美军的荷兰的编号啊。OK， 好。那么，伊说这个要发这个身份证，咱有法源依据啊。咱个身份证变改，迄用作这是啊，我个放大哈。咱是依照《万国公法》《国际战争法》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二条 B、第四条 B、第23条 A， 包括《台湾关系法》啊，过来。美国对中国的三个公报，哈，过来一个中国政策，美国宪法，包括咱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通过发布的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，咱是依照这个权利法案，包括头拄啊只，安尼咱来核发这个身份证，好，所以啊，这其中有一个中国政策，真侪人真质疑。啊，讲嗯，那一个中国政策，啊，阮中华民国呢？哇，头壳阁歹去，阁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？全世界联合国190几个国家，吼，差不多160-170个，拢承认对方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中国 China 伫联合国的席位，吼。啊，所以美国当然是看这个建交。1979年
一月初跟中华民国断交，去跟迄个较大块土地这个阿强啊建交，哦，这是合法的啊！全世界拢认为迄个较是正港代表中国。啊，你在台湾这个蒋介石政权的遗绪，还搁在咧讲伊要代表中国，这大家拢讲在笑的，哈、哦！所以当时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是咧讲迄边。啊、中华民国1949年就死去啊，灭亡去啊。那么台湾是台湾啊，伊成立一个中国，啊，台湾是台湾啊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。哦、所以台湾人不要陷入国民党的愚民教育哈、哦。好，啊，你看台湾有水无？你有爱台湾无？有哈、哦？有亚洲我看，哦，大家拢爱台湾。啊，不过胡锦涛嘛，足爱台湾的；江泽民嘛，爱台湾；包括习近平嘛，爱台湾。哦，真正水人无水命，台湾真正足水，啊，都水人无水命，大家拢要爱，啊，最后拢会大家收钱。好、哦，可惜，咱拢咧做人的基地，荷兰人来，咱合作荷兰人的贸易基地，好吧？过来换郑成功来，郑成功是。把台湾当作反清复明的复兴基地，好不？我啊，即马换日本人来，咱就变作日本的南进太平洋的南进基地。啊，然后换蒋介石的部队来，咱个变呢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。靠腰啊，四百几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。你注意下看，这是满洲的当兵，在东海岸。哦，我唔知影2008年爬山到翕的。这顶管吼，这是飞弹基地的，九鹏湾飞弹基地啊、哦。这个中科院啊，发明什么飞弹，拢会伫遮试射。哦，咱拢咧做人的基地，真的我若无讲，你嘛唔知讲，这是一个基地哈、哦。所以真可怜，咱台湾哈，拢、哦、咧做人的基地，希望咱台湾。啊！美军入来，咱接政权，咱好好来主持，好好来为台湾打拼，让台湾变作东方瑞士的家园。好，今天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息，谢谢。